首先多謝大家的關心啦，咁今次無緣參加呢個亞協杯啦，其實我自己都好失望同埋好難過嘅。咁話曬都係第一次參加呢個亞協杯啦，咁無可奈何我嘅身體狀況唔適合去踢波啦，去踢比賽啦。咁我今朝其實我都有跟大隊去練波嘅，咁其實訓練中我都覺得好辛苦。跟住我就同主教練 Chino 溝通過啦，咁為咗球隊、為咗自己同埋為咗自己底線打算啦，咁決定退賽啦，離開賽區啦。咁另外我想多謝東方球迷啦，咁多謝佢哋，不論喺邊度，可能係香港啊，甚至係外地啊，佢哋都特登嚟泰國嚟支持我哋啦。咁我都收到你哋嘅信息，你哋嘅旗。見到很多說話，打氣說話，非常多謝你們、另外我見有些球迷都有印我的波衫啦，咁講聲唔好意思先，我希望我盡快康復，快啲喺球場見。